家店啊，名字叫熊记凉拌菜，最近在网上特别火。成都不少的宝藏小店都是藏在这样的居民小区里的，即便网上给出了地址，进了小区依然得问问呐、啊。师傅，打打闻闻。咋了？我回去我老婆。前头哈，我们吃，我们熬到年就吃，现在我们很少吃，以后哈再吃够了。大家客了都先吃，我们个人不去吃啊。他卖好多年的了，可以啊，味道。看来街坊的评价可跟网上的一边倒不太一样哦。这在上午11点多，已经排了这么多人了，生意太好了吧？好，正好30块钱牛肉，10块钱鸡腿，都是麻了吗？都是麻了。有些是一般几点钟还是排队的？就是礼拜天啦，这些要排队，一般来说都是接得到。那你们店是早上几点钟开门的？9点半，我帮你回答，太晚都关门。我都有人准备，基本都是半场准备。30多年了，他们要整理三轮车，他们能去吧？不是早上还是规规矩矩到这儿来排个队。虽然排队等得久，可是也并不无聊，跟前后的买主聊聊天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也晓得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，你是咋晓得他们店的？猫女儿在抖音上，我比较火，所以说过来尝了味道。我女儿在抖音上看到的，我在抖音上说的。帅哥，你是来买卤菜的吗？拌菜。原来没有，原来最多排4个人。哎呀，娃娃给我吩咐的，喊我来买的嘛，他上班。今天娃娃在屋头嘛，所以每个月上他的。今天是特别火爆是吗？不是，这不算。那回那次是排挤到那边去了。那次我休息，从11点排到下午将近2点钟才买到的。可能1个小时。还不半个小时吧。来了以后看到排了那么多人，有没有被吓到？我觉得还是有点惊奇的。不仅队排的长，更有很多食客是从很远的地方特地来买的。经常一直在，他们说好吃的很。龙潭寺，还有龙泉驿、大河、西河，还有理工大学，他们跑来买这个。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我上回我休息买的，他自己说出来的。你从哪个地方过来买？天府新区，排了1个小时，坐了1个小时的地铁。哎呀，我辛苦啊！顶着大太阳。64一斤，价格不便宜哦。他们说你们春节都不休息的？哎，春节没休息，是因为生意太好了吗？哎，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几千块，太谦虚了吧？这个现在成了网红，是不是给你带来了一些困扰？确实也是，就其实还是好吃的，但是如果要让我排1个小时的队来吃到这个味道的话，我觉得
好像性价比有点低。就怎么说呢，那可能是你排队排的越久，你的期待值就会越高，所以呢有可能你平常吃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嗯还不错，但是你排了那么久之后呢你就会觉得。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还好吧。还好吧，你觉得呢？不是很抽一口，我想我老觉啥都好吃，但是我不会喜欢，让我排一个小时来，我不愿意。综上，熊记的拌菜错峰不排队也还算好吃，但封神完全没必要，除非你像前面的小哥哥一样把排队当娱乐，否则大热天的在家吹空调打游戏不香吗？